就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一点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抿一口泡，这是你们是为什么？职业球员该干的事儿吗？就这么浪费？你看，兑的就是可能功能饮料吧，满满登登的。你看每一个瓶子，随便拿出来，每一个瓶子里面都有水。我家乡每年都会就是刮沙尘暴啊什么的，就是那边比较干旱，所以我对水什么的就是特别特别珍惜。关于这个浪费水的事情，我太伤心了，真的。